新鲜搬过去就好了。新鲜白鲳鱼，铁锅里滋滋作响。过年不少家里总是爱来这边，只是过年价格贵桑桑的白鲳，家庭主妇遇到的难题都一样。到底怎么翻鱼皮才能不破？切哪样？都是里面撒点盐巴，它会有一个隔绝的效果，让你的鱼比较不容易粘在锅子上面。师傅传授小秘诀，下锅前记得加点盐，要翻前鱼面一定得要煎熟，还有真的不行也可以将鱼放回盘子再翻面入锅。而真的怕油乱喷的，师傅还有秘诀，年度畅销家电是救援神器。还是怕锅子的话，我们现在很流行气炸锅，气炸锅很方便哦，在上面涂点油，直接在里面炸就可以了。还有，敲敲这道锅盖打开，香气扑鼻而来。过年也是餐桌常见的鲍鱼，师傅说要让鲍鱼美味的秘诀，除了新鲜，酱料最能画龙点睛。放点糖，酱油。简单几样家里常见酱料素材，就能调成餐厅级美味蒜蓉酱。蒸前先撒，起锅后再淋上自制的油葱，这样的提味恰到好处。去年白千万吃新的鱼啊，这一尾一斤以上的同款，咱嘛是无起价。只是懂得配包，口袋还得够深。今年白鲳和往年一样，依然贵三三。一般的体型每台斤750元，体型大的每台斤1000以上都有。价格比去年贵了约10%。过年想为全家餐桌上增添喜气，选择白鲳依然得有心理准备。记者林永元、靳宇报道。